善報地基專人專訪。今次我呢個系列咧，想訪問一啲咧喺地區工作裏面咧係做得有成績同埋好精彩嘅一啲嘅人士，咁啊即係議員。嗯。咁咧今次我哋嚟到咧係沙田圓明村訪問咧呢個區嘅議員邱文俊。邱文俊咧本身咧呢個區咧都做咗相當時間，而且咧係我覺得好精彩嘅。咁特別有好多嘅政治嘅變化同佢嘅地區嘅工作咧。你可以話有拉楞，又可以話冇拉楞，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呢、這個區嘅工作係我覺得係成功嘅一個例子嚟嘅。今日嚟到阿邱文俊呢度咧，想同佢傾傾，你做咗地區工作幾耐咧，同埋點解會做地區工作咧？我今年應該係2019都做咗10跟啲地區嘢，咁啊正式入叫做真係落區，應該都係2009 or 2008年嘅事，即係你申請嗰份工本身就係話要你落區做嘢嘅。冇噶，當時係做地區議辦嘅助理嘅啫，即係都係內部跟啲 case 啊，出下信啊。即係某個程度上，個黨或者個議員話：喂，你去呢度啦，咁你就係啦。因為佢嗰陣時啱啱新翠大圍新翠開咗個辦事處，咁啊唔夠人，咁啊由將軍澳調咗去大圍，咁就開始喺沙田。叫做落腳啦，咁應該就係落腳14年咯，零五年嘅事，咁一做後屘就幾年後先落區嘅，哦，即係浸咗起碼2-3年啦，即係喺個議辦叫做，即係內部做咗2-3年，後屘咧2008年應該係2008年房協就嗰陣時月明村就商場揾樣加租定係點樣嚇，咁嗰陣時開始協助啲呢條村月明村啲街坊啊同埋商户咧就跟進地區嘢啦，就嗰陣時就係同村民同啲商户係建立嗰個聯繫，咁啊由2009年開始，2008、2009年開始叫做耕耘地區啦 ，OK， 係啦，咁啊由嗰陣時開始就中意咗做地區啊。個中意個喺邊度？乜嘢令到你覺得中意？嗰個啟發點就係，做咗議辦2-3年，有見住，有好多人做一年就走噶啦嘛，咪好悶噶嘛，即係正常，就出下信，啲信，啲求助信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啊，重複。咁啊，後屘發覺走出議辦嚟到地村入邊跟啲地區嘢，識咗啲街坊。咦，好似嗰個聯繫係好強嘅喎，啲人揾你幫完手，佢又會幫唔幫到都得，佢都會多謝你嘅，咁變咗咧，就嗰種關係好奇妙啊，開始同啲商户同啲居民就有個情感嘅交流啊，咦，佢多謝譬如你同佢做咗張長者卡，其實好小事啊。即根本不值一提，但係佢可以買牌呢嘅多都搣一罐俾你飲嘅。買4個蘋果都搣攞一隻俾你食嘅，即係你譬如幫佢好簡單，可能抹完張台啊神台，嗰婆可能真係輪攞又請你食個生果喎，咁就唔係話中意食佢嘅生果，其實中意佢嗰種人情味，即係日子耐咗咧，即係喺度浸咗幾個月咧，你發覺或者半年咧，啲人其實原來咁正喎，成日話啲老村比較難做，啲人話，而唔係喎，我哋。月明村啲人都好有人情味喎，商户都係喎嚇，咁啊開始有啲轉變啦，發覺咦都係落區正喎，咁就嗰陣時係鄭家富問喂，咁你有冇心做區㗎嚇？一係我推薦你入黨啊，因為嗰陣時社區主任又有個社區主任計劃㗎嘛，佢話咁你又要參加呢個即係社區主任計劃，即係真係落區㗎咯喎嚇，即係要做嘢咯。咁好啊！到時膽粗嗰陣時膽粗粗就咁，佢推薦我入黨。咁推薦入黨啊，又跟住做啦嚇嚇，跟住做嗰陣時有個沙田民主黨有個何淑平，即係沙田區議員嚇。咁佢又係黨團嘅召集人嗰陣時，喺佢嘅帶領之下咧，嗰陣時就見到好多嘢嘅。因為喺個黨團嚇，即係佢帶住啲遊行示威都係個黨組織，咁好貼身嘅。月明村有啲乜嘢？議題咧，我哋都去揮，咁啊由慢慢就係開始中意到嗰套模式啦。一年落嚟2009年，2010年，發覺咦，曾經諗過嗰陣時，鄭家富已經話喂，其實如果你係做咧，咁你要揀定一個區噶咯，唔可以話
即唔定點嘅喎，因為嗰陣時新翠我哋又要諗，因為嗰陣時佢立法會議員有個辦事處喺新翠村啊嘛，嗰陣時又諗住新翠村都有得做，因為始終喺度布咗幾年。咁後屘又諗，咁公屋同私樓可能唔同啊。鄭家富嗰陣時話：喂，2010年嗰陣時話，咁你試下大埔中啊，佢本身佢自己個區，喂，你試下會唔會？佢嗰陣時一諗，喂，咁不如你試下我個區啊。佢話我2011年都未必去嘅喎嚇。咁嗰陣時諗。最尾都係揀咗月明。OK， 點解咧？呢好似冇乜根基喎，係嘛？冇乜根基，同埋嗰陣時都唔知點解，係嗰下感覺，即係揀咗個最難嘅。可能新翠仲會嗰陣時我哋講有個耳辦，係啊，有方便做嘢。但係揀咗月明，就係因為中意咗嗰種人嗰種關係。係啦，我發覺咦，翻到嚟都係呢度實在，即係發覺雖然冇個鬥。日日都要攞住張台開流動辦，有個情喺度，就係嗰下情，其實叫膽粗粗，唉難就難啦。唔甘一年唔得，咪再報四年咯嚇。嗰陣時係咁諗，咁嗰陣時就開始窒，即係一零年年底咧就已經係我哋講嘅係定調，因為嗰陣時黨內要報好多嘢上，喂你要填你個區嚇，即係你要攞幾百嗰陣時幾百蚊嘅啫一個月做個橫額二奶價咁樣嗰啲資助，咁啊要匯報啊嘛，嗰陣時開始咯。嗱咁我想問咧就係因為你個情就留想做地區啦，但跟住就嗰個傾向亦都要選啦。其實呢兩個有冇關係咧？即係有情可以唔選做議員㗎。就做議員可以無情噶，咁、哦、你又有情又做區議員咁樣有冇關係？反而唔係喎，我係覺得因為正正係因為個情感嗰度咧，我覺得因為當時個現任就好 hea 嘅，即係好多嘢咧。點解我哋好多人居民都揾我哋而唔揾個現任咧？包括一啲好簡單嘅長者卡，佢都要去到新翠揾我哋。哦，係嘛？咁你咁啊遠喎。咁啊，正常個流動辦你要有個信任啲人先揾你噶嘛？唔係你張台就你就話你係。做嘢啊！我發覺唔係喎，細緻到去家居裡面一啲嘅或者屋村嘅管理投訴，佢哋都可能申訴無門咯。當時我發覺，咦？咁其實呢條村應該要有個現任議員，唔應該係咁嘅喎。係咪應該變下咧？即係我覺得，喂，我做可能就唔同喎。即係唔會話日日見唔到佢喎嚇。喂，個耳辦唔會話咁冷清喎，係嘛？即係可能去到啲人都翻轉頭。咁當時就話唔得，咁啊試下兩個字就改變啫。即係呢個兩個字就唔係我諗嘅，係啲居民喺嗰個過程裡面每一宗嘅求助咧，佢哋喺個言語間或者喺佢個行為裡面俾我知道，喂，我哋同嗰個現任嘅咁唔同，佢就好想有一樣嘢係，其實喂個耳辦應該就係、佢心目中係求助係要可以揾到人嘅。咁當時嗰下就佢哋俾我一個信心。即係佢哋俾我嘅 signal 就係、我哋應該係去競爭喎，嚇、啊，即係等佢人哋有得揀。當時就咁樣定啦。又呢一次就贏到啦。即係甚至乎開票嗰刻都冇諗住贏啊，即係諗住，咁我哋落都唔係好耐啫，兩三年。你要想喐人，你個廿幾年嘅老巢。因為當時落區就知道，喂，呢度原來劉光華當年。成立呢一個喺會點當年啊，即係喺港同盟年代已經喺度扎根嘅啦嘛。後屘仲成立公民力量，即叫做喺度起家嘅。你要喐人哋啊，當時幫我哋嗰扎義工啦，即係幫我助選，佢哋曾經都幫過劉光華啦。佢話：唉，咁你就算輸咗唔緊要，佢話未來四年再繼續咯。佢話：咁一定係要深耕。咁好慶幸就當時啲居民。嗰、那個求變可能個心比較大，咁當時係贏200票嘅啫。即係話你其實嗰、那個頭先按你所講，你個重點就係因為你第一肯做，第二咧就係、是、得到居民信任，第三就建立咗種情，呢樣嘢就將嗰個廿幾年咧嘅老，所以對手嘅老巢咧扭轉過嚟。係啦，可唔可以咁講？個形勢嚇。咁但係如果你做咗之後，你自己對呢個區嗰個嘅推動啊、發展啊，有冇個理想啊，還是係總之係？改善呢個區，改善環境，改善街坊嘅需要，還是係咩可以續維持咗咁耐咧？一開始就冇乜，一上任嗰陣，坦白講就一頭霧水嘅嚇，亦都唔知點樣去做一個叫做方向嚇，因為始終新人啊嘛。咁啱一叫做開票第三日，
房協就有一個很大的禮物。咩事？佢就公布有一個很大的政策，就是要求所成條村啊，成條月明村，講緊係成千户啊，即係涉及裝分體冷氣機、散熱器嘅。哦，嗰嚿機原本啲人裝咗喺出邊嘅。我哋村都係嚟國都用。佢就公布就一定要人唔知一個月內要搬入屋，但係佢選舉前佢唔公布喎。佢份通告原來一早印好，佢又等我哋區議會選舉第三日、第二日、第三日先公布。咁當時大鑊啦！哇，呢個咁棘手嘅問題。以前一直都以為房協應該不會那麼瘋啦，咁點解突然間會採取一個租約行動，就話要啲人一直，如果唔係就終止租約。咁當時喺嗰喺頭嗰三個月裡面咧，就不斷係去摸索點樣跟。咁好慶幸喺經歷過大半年，當時你都有幫手嘅，喺個立法會申喺個立法會申訴部咧就嚼低咗房協。就發覺原來經過屋宇署或者屋宇署原來都唔理。呢嚿嘢係咪要危險啊？原來唔係危險，係純粹房協自己認為危險啫。係。咁後屘我諗到個折衷方法，都好興啊！就靠啲啲居民，我哋有個做工程師嘅，佢諗到個佢畫咗個圖蹟，諗到個方案就係可以過到房協嗰間，亦都符合屋宇署嗰個小型工程嗰個規矩嘅。就裝喺出邊。OK。不過就要需要啲居民可能俾呢、這個畫嗰陣時都幾貴嘅，千幾蚊啊嚇，要裝個架就固定佢，咁就攞張叫做小型工程嘅完工紙。咁啊喺嗰一單嘅個案咧，嗱而家輕描淡寫幾句嘅，但係喺嗰一年裡面咧，頭一年咧就哇即係曲折，即係要做呢單嘢，係冇信心係可以做到。我估係有史以嚟就係、是。令到房協咧就唔係叫讓步嘅，係叫房協就係叫人情味，即係唔好咁冷管理冷血。後屘佢都接受咗我哋嗰個建議，就係容許啲人咧係唔使搬入去，因為搬入去好影響噶嘛。咁變咗就嗰個政策就真係一嚟係惠民啦，即係會企喺居民角度諗啊，解決咗嗰單嘢之後，我發覺咦原來有好多事原來有危先有機喎，係啊有危先，同埋咧你。不要咁易就打退堂鼓啊！即係諗住啊，冇得搞噶啦！即係呢個危險嘅建築叫做條例，發覺原來唔係，原來房協都可以講大話噶。原來嗰樣屋宇署都唔認為係問題，係要規管或者唔係佢規管或者有問題嘅，唔係危險嘅，純粹就係、是、哦，原來有個小型工程牌就已經搞掂噶啦嚇。呢個會唔會更加鼓勵你覺得話地區工作係啦？發覺地區工作真係樣樣都要試，要大膽，要大膽地去跟，即係呢個大膽跟係只係要唔好怕難，即係原來試咗試三次都唔得噶，最先後屘真係去到最尾啊，有個方案 OK， 咁原來就解決咗。咁而家嗰次之後咧，就好多話地區嗰啲嘅管理都好啦，各個項目。試咗有陣時逼下叫做呢個施壓俾部門，又快就處理到。好似最近月明村我哋講嘅拗咗咁多年，我哋講每座樓都要裝鼠擋咧。之前一路房協都唔制噶，直至到今年叫做全村而家各座都裝咗啦。係咪一各座都有老鼠？都唔係，係其中一座特別嚴叫做嚴重嚇。咁而家就叫做亡羊補牢，做咗。都有好多嗰啲譬如區議會我哋講嘅有個叫做無障礙嗰個起升降機咧，啲天橋最開始上一屆咧，我估計又一定冇行嘅，因為要喺沙田圍嗰條天橋起咧。我發覺到新一屆咧，我哋啲兄弟有幾個入到去咧， okay. 各人都係試下唔同嘅方向，或者叫大膽嘗試。沙田圍嗰條天橋原本。你區議會我哋19比二十嘛，建制有二十幾次都唔輪到我哋話事啦。咁我好負碌喎，喺個表決或者喺個過程，我哋遊說或者表決之後咧，我哋係立到第二，即係如果三條橋原本係得夠三，佢夠錢起三條橋嘅啫。因為呢三條一定係建制派個區噶啦，幾時都唔輪到我哋。但係好負碌地咧，如果按人流我哋呢度唔夠嘅。但係按人口老化嘅年紀，我哋排第一位，即係人齡嗰個年齡中位數。後屘喺個表決裏面咧，我哋立到第二個位做。
是不是你游說了一些建制派過來？可以這樣說，因為我們將一些我們的兄弟趙柱邦和趙柱邦他浪費了很多時間呢去做一些數據分析，譬如年齡中位數、三條村的有什麼情況，如果放出來，如果可以逼到建制派呢，哪怕是走兩票過來就夠了嘛，走一票過來，因為他們都有些現任的發展者在那裡，如果逼到他們不敢不投我們、okay. 真的那一下就是我們 多兩三票而已、yeah. 就立到他們，所以他們即這些即那個說的沒那個都千幾萬的、那個工程，即是那兩部lift，那變了就是真的要試咯，不試真的，不過在試的過程裡面十次有兩次中都已經很大安慰了、okay. 你知道地區裡面你要成功爭取我們作為民主派少數要立到一些項目呢、幫到市民呢，其實很難要過五關斬六將，即是剛才說的這幾項是無疑給我加入了很大的那個做地區一個改變，還有 是 由我們說的情感的建立到後來，是後來我覺得每一天都去接觸或者去做這些地區呢，是喜歡了，是喜歡了，就是很自然地就是投入了呢，不是當作一個公共問題，是當作是我們說的生活的一部分、總之一遇到地區議題，我們就好 enjoy， 即係有你表演機會。一嚟咧，二嚟就覺得，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覺得，點樣講咧，就係好奇妙嘅，即係會攞到一個感覺。但而家我哋呢度咧，進展到而家咧，即係建制派都有好多地區工作啦，同埋佢哋好多人好多資源啦，即係面對一啲係。特別一些重點區，我覺得特別沙田是重點區，因為你差他一票嘛，即是區議會啊，深水埗又重點區，因為差他一票。咁我就覺得呢幾年咧，係呢兩個區會係多了很多資源俾建制派的，無論現任議員或者他準備去參選非建制派嗰啲嘅區啊，令到咧就係、是、而特別你嘅舊區老人家多、低收入人嘅多。呢種咁嘅物質嘅引誘，會唔會變成係你頭先所講嘅情啊、改革啲社區問題啊、以至到咧係串連啦，即係大家一齊喺議會裏面投票，變成一種阻力，甚至令到你一種拖你後腿。其實未見真章嘅，我估今年會見真章。咁幾時先最大打擊咧？我覺得都要開票後。呢、okay. 一刻咧，我會已經，我哋會見到啊。有啲重沙田嘅重點，有啲重點區嘅，包括水泉路啦，我即係我而家我孖住而家，嗰陣時都未見真章，而家咧你會見到工聯會即係鄧家彪，佢嘅資源係講緊係攞，佢係攞緊一個立法會嘅資源咧，選立法會議席嘅資源咧係打一個細區嘅，我哋亦都會見到有一啲嘅街坊咧，甚至我哋以前有啲嘅義工咧。是在他們這個叫做派東西啊，這些我們說的利益、的得著就去了他們那邊、最近我們有一個有棟樓選互助委員會，有兩個街坊就是入伙，我們那時候幫他驗家裡有沒有鉛水的、開村的時候就幫他可能裝下東西啊，即係揾啲義工幫下手。原本就建立好感情嘅，但係去到呢一兩年咧，原來佢係幫咗我哋嘅對手。即係最近填4000蚊咁樣，佢坐咗喺佢哋嗰個帳篷度、已經幫佢做緊嘢啦。選層代表嘅時候，甚至乎同我哋對立。即係我哋嘅街坊出嚟選，佢又代表佢嗰邊即係砌我哋。咁啊，呢啲的確係有一種我哋講嘅好討厭咯，即係，但係呢個嘢都係現實嚟嘅。呢一刻嚟講，你會見到有啲嘅人係會因利啊，因為利益，所以去咗，或者佢骨子里本身佢都係嘅。不過當時佢哋嗰個支持者，即係佢建制支持者嘅秘書員，所以佢未歸位啫嚇。咁啊。不過呢個都係屬於少數，都係屬於少數。但係會見到呢種嘅情況，我相信喺未來年底咧，喺
投票站會見會見增更加會見增長。點樣應付咧？唯有係，不過我始終都相信，唯有係靠我哋過去嗰種真誠咯。嗯，即係做區就係無論嚟幾困難或者係唔同嘅個案都盡力做啊。咁我哋就唔係話有無限嘅資源嘅，資源我哋都有，但係唔夠人哋多啫嘛。我哋唯有最大嘅資源就係我哋嘅時間，同埋我自己嘅誠意。所以我同我個助手都講，或者佢自己都知道啊嚇，佢喺呢兩年間，我哋唯有就係靠個真誠係打動。但有陣時可能好難講嘅嚇，即係可能都要講嗰個機遇啊。如果啲人咁願意係被利益所收買咧，咁我無論即係你無論你用咩誠意都打動唔到佢啊。係。咁但係我都相信能夠用心或者用嗰個獨立思維去睇嘢嘅人咧，都唔少嘅。譬如過去呢幾個月啦。幾棟樓的委會選舉咧，係我哋陣營的人都贏曬，贏曬，犀利喎，都贏曬嘅。當然呢個贏咧係指都每一層都贏得險啦嚇，有啲啊，即係對方講緊係動員十幾個全職嘅職員係去你做個區，你知每間屋佢都攞去入去攞授權票，每間屋佢哋都去拜訪，而呢啲屋有啲之前係講緊派緊福袋嘅，我哋唯一可以就係利用我哋呢塊面就去游說佢哋，喂，我哋希望係為你服務嚇，你我都希望你能夠用一個獨立思維咧，係去處理呢個流程，你哋嘅選舉嚇。當然將個話語權俾翻佢，咁後屘出嚟嘅結果，我哋都安慰嘅，都贏到嘅，但係都贏得好險咯，有啲位。但我唔知道年底嗰、那個呢種情況會唔會都同樣喺個選舉度就會出現嚇。但係我哋都冇得揀嘅啦，即係你冇得打退堂鼓啊嘛。而家喺戰場上，我哋唯有係衝嚇，盡最後衝刺。不過我都相信香港人即係。都唔係蠢嘅嚇，特別新界東係啦，新界東同埋沙田雖然啲人話水泉路可能會新移民比較多，但我哋嘅義工裡面咧有大半都係大半係新移民嘅嚇，即係我自己都如果你按新移民嚟講，我自己都曾經可能係嚇，我二十幾年前十幾十三四歲嚟香港嚇，咁變咗咁樣嘅咬手瓜，其實你都需唔需要建立一個龐大的系統或者組織，要的，你才能做得到這個先的工作。這個很慶幸就是這個的系統建立就不是在這兩年的，是在開村前已經做的。你說是水泉澳，是一開村就鉛水事件，跟住就中國建築就滯後啦，預派了，你都要預派了到正式攞鎖匙，正常一個月搞定的嘛。水泉路試過預派咗第十個月先至攞鎖匙啦。咁喺好早期，我哋跟呢啲項目嘅時候咧，就同一班街坊咧，每棟樓啲街坊咧，就有一個認識噶啦。即係呢個建立其實喺攞鎖匙前，我哋已經建立，甚至乎亦都而家講翻轉頭，都要多謝中國建築，都要多謝阿爺，因為佢起樓遲咗，因為佢遲交樓，因為佢啲喉管驗到有鉛水。令到我哋同啲居民係可以預早，我哋去跟預早係可以認識佢哋，變咗而家到任何跟進地區嘅時候，嗰班街坊都仲係好有人情味嘅。咪揾翻你哋。係啊，即係佢哋都會有啲要撐翻我哋，因為佢都見到咦，未開村前未攞鎖匙，你邱文俊已經喺度做緊。鉛水係得我哋出聲，成個鉛水事件，或者早期嘅所有嘅衣食住行嘅跟進都係我哋喺度，去到好後期。我哋嘅對手先出現啫嘛，因為選舉佢哋先出現啫嘛。佢根本就可能唔後你呢個區。係啦。初嗰時，後發覺有需要咁啊，嚟。咁啊，當然喂，都會有啲人係中意佢哋嗰套嘅嚇，冇可能十個支持我哋嘅。OK。不過我哋就話，即係我相信每個區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獨立思維或者我哋講嘅識睇嘢嘅街坊，個位數都唔少嘅。所以我話新界東一路都俾我哋香港人覺得係好比較其他，即係用立法會選舉計係特別嘅。因為佢係攞到最多嘅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席，係即係九個攞六個，而家分得好好嘅，而
啲票分得好混濁，咁令到可以攞多幾一兩隻啊咁樣。係。咁呢個都係我估都係區裏面街坊嗰個醒目啦，同埋佢個支持邊一類人啦，咁呢個有關係啦。嗱，去到呢個位咧，我又想問一問咧，就話嗱，你上一次嘅區議會選舉咧，就係、是、你係用獨立身份噶係咪？同埋你我見到你喺度一班嚟嘅，仲用緊新同盟，張新同盟啊。OK， 咁啊，同埋你有幾個咧，都係沙田區你嘅，我當係你嘅拍檔啊，嘅一齊出嚟選。如果我冇記錯，贏曬嘅。係，我哋三個嚇，三四個。但係第一就係、是、一個咁新進後生仔去對一啲即係已經做好似你一樣啊，即係十幾廿年嘅區嘅資深人士，可以打贏嗰場仗。第一、第二就係四我冇記錯係咪四個啊、嗯？四個都贏到之後，喂慢慢呢四個會唔會變成一啲嘅小集團啊，甚至小政黨咧？比較難啲，我哋始終個黨性唔係咁強。因為這些區呢啲區咧，而家即係當選之後要將佢捆綁咁樣，係去好多時去做咧，有共同議題嗰陣時係容易嘅。係啊，譬如我而家滅鼠，全區要滅，咁呢個共同議題大家做。嗯嗯，但係反而條條村嗰個格局都唔同。嗯，有陣時未必需要一定要捆綁。未新啲舊啲啊嘛。譬如你博康，佢係出售公屋，嗯、有好多嘅管理同我哋呢邊。又有少少出入嘅嚇，即、嗯、始終房協同佢私人法團請嘅又唔同，咁變咗呢可以去到傾到呢啲細字位咧，咁其實你係唔係同一個黨都唔大分別，反而就係有陣時可能未必攤埋一齊，可能嗰個出嚟嘅效果可能仲好，但係當有啲位係要攤埋，頭先講嘅，譬如要爭嗰、那個。起升降機嗰條橋，咁當然三個攤埋一齊去做一個一啲分析共通嘅、有好有唔好咯嚇、啊。即係如果啲跨區性嘅嘢咧，就可能走埋一齊好。係啦。如果純你自己地區嘅，譬如你呢個房協嘅、嗯，你誒房屋署嘅，你係賣咗嘅私樓嘅，又可能完全唔同。嗱，我今一集咧已經係我係第三集去講呢啲地區工作啦。前面嗰兩集我訪問嗰兩位啊許錦成同埋阿何華漢咧，佢哋咧就係由唔係政黨冇政黨背景，到成立政黨，然後跟住落區選啦。咁啊何華漢咧就由選嗰時話自己獨立，跟住而家入咗經民聯啦。咁佢哋都覺得就話如果有個政黨咧，個資源會好啲，揾錢籌款又會好啲。甚至在區議會裏面啦，即係大家一定係開會之前同一個黨會自己有黨團啊，傾咗傾掂咗一啲睇法立場啊，出去開啊，咁你係保證到某個嘅票數啦。甚至如果你嗰、那個黨有立法會員嘅、一啲嘢，甚至可以帶到上立法會又容易好多啦。咁，咁從呢個角度咧，你又啱倒翻轉頭嘅喎。頭先我哋講你民主黨啦，跟住同阿 Gary 出咗出嚟，組成另外一個啦。咁而家你又出嚟變成獨立啦。你一個政黨嘅經歷過，獨立嘅又現在係咁樣，你有冇得比較邊個狀況？好似頭先我講另外兩位啊，我分兩個方面睇，一個就係有政黨嘅掣肘或者好處，因為有政黨咧就好複雜嘅，啲人事要你掰邊邊，係嘛？即係如果一人黨你唔掰嘅話，你就換黨，係嘛？但係如果係一個N 人黨，N 人黨，你唔埋堆咧，你永遠你都揾唔到位置嘅。N 人黨都咁，佢一實有左一派一派噶嘛。咁呢個就係有黨嘅嗰個人喺個黨裏面，我永遠都唔出聲，佢做一個普通黨員都得。咁其實同入唔入冇分別，你係最純粹就話要個黨嘅資源。我覺得呢、這個如果純粹講資源咧，當然有。個黨如果每個月有啲資源落嚟，梗係唔同打法啦。不過可能我哋都做慣咗區咧，由一開始都冇乜資源做，到而家或者過去民主黨、新同盟年代都好，我哋仲要上繳啊。個黨實際你話照顧你哋有幾多咧？反而好多時候我哋係叫做去照顧佢黨。當然都唔係淨係資源問題，係有陣時係個時間問題。OK， 你個一個黨裡面嘢，你好多規範。好多嘢你要守嚇，譬如上次你話 Gary 選，我哋幫到鄭家富，又俾人鬧呢個反骨係嘛？即係呢啲就係個人嘅理解唔同咯嚇。當然而家譬如頭先講到區議會入邊，我哋譬如要組合最大嘅力量喺一個議會裏邊抗衡。我哋而家有個平台啊，類似泛民飯盒會咁嘅，叫做沙田區政啊嚇。咁呢個我覺得正正係因為大家可能覺得喂政黨太多掣肘。
不如整一個不是政黨的形式，就是一個平台形式。哦，這個反而是一個新嘗試。我們現在都覺得這個方向反而挺好。大家很多時候，譬如最近社署署長來，所有區政的十幾二十個人，又十幾個人又攻在一起，就整個議題大家去砌一下。這個方向我想現在我們摸索緊，就反而更適合我們。Okay. 平時其實我們說的一加一等於二，但原來一加一可以達到大於二的喎。是啊，即原來不用這樣束縛，在教條底下各自發揮，可能那個空間更大，但是最終當然去到議會你都是要站回同一陣線。另外就是沒有資源了。是，當然沒有資源我們可以做怎樣呢？唯有是透過譬如現在我們說的手頭，剛才水泉路我們跟 對手的分別，喂，他可能每個星期都有東西派緊。當填4000元表的時候，我們得一個職員和我，加可能五六個義工，或者流水式的五六個義工，這些義工最多都是請他吃個菠蘿包而已，麥當勞都未必吃得起，或者他都不想要拿你請吃飯。那變成一個問題就是反而我就覺得，譬如好似上面，喂，佢哋工聯會，哇，請十幾個職員，就坐喺度同你流水式咁樣同你填4000元表，但係我哋，咦，原來義工嗰個資源都達到嗰個效果喎。係。咁反而我中意咗呢種模式。係。反而你叫我特登，喂，要有個組織，跟住要特登攞佢嚿嘢，但你。即呢個我仲係消化唔到嘅，即係我接受唔到，所以我情願係喺個地區裏面咧靠自力更生。即係個資源就呢個區啦，呢一區就無限嘅資源可以，因為你揾翻到出嚟。我情願就係你嘅技術啦。係啦，我正睇過你啲資料咧，係有嗰次嘅個案咧，令我係好感動嘅。係就話你咧爭取嘅事件要靜坐啊，唔好似三日添啊。係咁咧，就一路去到逼部門咧係。同你哋針啊，要個事件我又唔好記得咩事件啦。鉛水事件。但我感動嘅地方咩咧？就係你太太要生 B B 啊。嗯。你都唔得閒去理佢同街坊喺度去處理嗰個事件啦。係。然後咧就係嗰件事件叫做係好似有得針定咩啦，即係我都係睇報道啦。係。咁咧你先至最後先至完咗咧，先走去醫院探你太太啊。係。嗱呢個對我嚟講就係、是。你自己在這件事上面有沒有掙扎呢？還有你怎麼平衡那個即地區問題進行中，而家人呢又有一個這麼大件事，就是生 BB，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感受是怎樣？當時就是應該是房委會，我們去房委會請願，就談那個水泉澳的街市和商鋪那個，因為剛剛開村呢，房委會直情入伙率低，那個街市死咁滯，咁啊要傾就嚇有冇啲折扣租啊，或者有啲優惠政策可以俾翻啲租户，啲租户掉咗成副身家入去有啲。咁當時傾好咗咧，就嗰日要去有個行動，就要去樂富，希望見嗰個官員。咁當時定咗出曬新聞稿，咁你冇得改啊。但我當時都知老婆係嗰幾日預產嘅，因唔係嗰日就係可能。好慢噶啦，咁啊，因為已經作動，但係冇辦法。不過我份人就係，當我有個缺點就係，當我一做嘢咧，我就好分身。咁變咗好多時，令到家人咧或者我哋身邊嘅咧就會冷待噶啦。特別係你話生仔即係第一胎，因為我都比較係工作狂，緊張我應該係啦，都緊張。但係去到嗰個位咧，我覺得。做咗先啦，因為如果佢我當時嘅諗法可能翻去會俾人頂噶啦，即係當時諗法呢個行動冇得停噶嘛，因為約咗官員，即係如果我哋去請願都想要知結果，你冇得停，記者又等緊，居民即係居民同商户亦都約好咗，希望嗰日有個答案，咁要去做啊。如果我當然因為你唔去，會唔會唔成功咧？我又冇諗喎，可能我助理去都得嘅喎。不過我覺得，既然係我哋幫開手嘅，做埋佢咯。同埋我估計，如果生仔都唔係即刻有得生嘅啫。即係當時諗法，即係如果作動嚟講，咁好彩睇戲咩？即係一入雨就生咁，應該捱到啩。當時心諗，不過後屘諗翻轉頭，又覺得係喎，即係
即係屋企人嘅睇法，梗係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個老婆入院通知你咁晏先嚟，其實朝頭早已經作動係入嘅啦。不過個行動冇辦法。到生咗未啊？去咗都未生，去咗都未生，好在好起嘅。如果生咗，可能就今日唔係咁樣講法嘅。不過都係即係喺屋企人角度就係我係一個比較即係如果做起啲上嚟咧就通常都疏忽身邊嘅人嘅嚇。即係如果你嘅選擇就係呢個咁嘅爭鬥之下咧，你都係做咗個工作先。係，因為我覺得嗰度我喺度可能會更加好，即係因為同房署嘅接觸啊，因為啲官係。即係叫我哋一路聯絡咯，因為你係，如果唔喺度，可能佢哋嗰個任務咁重視，咁變咗冇辦法。我當時諗，香港嘅聯合醫院嗰個設備都應該唔差嘅，所以當時就膽粗粗係咁咯。OK， 係嗱，其實訪問都差唔多噶啦。咁想阿邱議員你咧，就用三兩分鐘咧，即係總結一下，即係你做咗地區咁耐咧，有啲咩嘅精髓啊？體會啊，同埋一啲嘅要搞好個地區嘅重點咧，可以話俾我哋啲聽眾聽。嗯，我諗最關鍵做一個地區咧，要守護佢啦，嚇，即係喺個區度你要當係你嘅，即係當係你嘅事業，或者當係你嘅山頭，你去耕耘，即係當佢一塊你嘅農地，你係要去每一日你都要去發掘，要去播種，要去唔好等啲人嚟即係求助你，你應該係去主動睇下有冇人需要你嘅幫助，或者自己發掘議題。人與人之間嗰個情感嗰個建立咧，其實我成日都講個區咧，如果你可以做到。當啲每一個或者你嘅選民或者嘅居民咧，都係你嘅朋友或者係親戚咧，咁樣做嘢就嗰個程序或者嗰個感覺啊嚇，那個心態會好好多，總好過當佢係喂你唔好當喂官僚式，啲人揾你忙咗，跟住就求其敷衍了事。要肯花時間咯，即係你嘅，我哋成日講，喂，你既然肯花幾個鐘打機，點解唔一樣可以花咁多時間去落個區咧嚇？其實一樣就係要肯投放時間啦，要有一個真係情感嘅交流同建立。當有一個去到一個即係你當嗰個區係你嘅家嘅一部分嘅話咧，咁咧呢個地區咧，啲人咧，即係對你或者對我哋自己咧，我相信都唔會點樣離棄嘅。Okay. 即係如果係支持我哋嘅嚇。好，係啦。誒，今日非常之多嘅邱文俊議員，啊，多謝曬。唔該曬，見。係，兩杯。做地區工作，邱文俊議員話俾我哋聽咧，好多時即係自己嘅意志堅持咧，係好重要嘅。開始的時候，他只是一個政黨的地區的工作人員，做辦事處的事，但後來被安排到地區。但透過工作過程裡面建立的，不單止是一些改善市民的一些生活問題，而更重要的，他和市民建立那種情就是在工作之間而產生出來，而那種情就是互相關心，你關心街坊的問題，街坊亦都關注你的情況，提供可能一些糖水啊、生果啊，這種完全是那種互相情的牽引。其次就是原來做一個地區的工作，不要怕難，很多事你認為我們一般人可能以為不得的、不掂的、沒得做的，但是經過努力之下，發覺不可能的可以推翻過嚟變成事實。邱文俊所做嘅一啲嘅事件，包括啲嘅水泉澳村嘅鉛水問題啦，包括呢個區嘅一啲嘅地區嘅工作，頭先所講嘅冷氣機啊嗰個嘅事件，所以要做好地區工作，你能唔能夠同個區建立情咧？你能唔能夠係唔滿足於嗰個？環境的問題去不
段努力堅持跟街坊去改革它呢？這個可能是做地區工作的致勝之道。